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这是一支在雷锋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，他们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走来，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精神锻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。不忘初心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誓言。在毛泽东同志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的今天，他们正以昂扬的精神风貌、强烈的使命担当，锻造一支面向未来战争的空天后勤保障力量。他们就是制胜空天保障人。经过激烈比拼，八支战队你追我赶，奋勇争先，最终铁骑雄风、监督利剑、热血战鹰、千仓勇士四支战队脱颖而出，进入决赛。究竟谁是终极英雄最强战队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